在首领房间里有一个方的石盆，这有个土盆，土壤有被翻动的痕迹，而且找到了植物的种子。也就是说，我们的首领在试图种植。我知道了，智慧树下智慧果，做着智慧的你和我。吃了这个果就能开悟，不好意思，对不起。就像你和我，补充的非常好。馍馍里面有问，我怕你他这里面有种子，智慧果，萌生出智慧的种子，在这里发芽。